Ken 一招搞定小刀婆媽，圓電影夢不忘揪團破金氏。由知名寿险公司与公益单位共同举办的“因为爱万人旅家”活动，将于2018年4月29日在中正纪念堂两厅院广场举行。当天现场活动主持人阿 Ken 为了尽己之力号召公益，把九位在荧光幕前出现的国中同春哥们叫到邀来一同响应义务拍摄宣传短片。短片中小刀烦恼主要如何满足妈妈、老婆及女儿各种不同的愿望，阿 Ken 立马提议报名。因为爱万人旅家，因为丰富的报名礼总价值就超过5000元，有瑜伽垫、瑜伽服、瑜伽课程体验券、SPA 优惠券、有机按摩精油等。除了报名好礼，现场还可参加抽奖，奖项包括价值万元的瑜伽顶级礼包、瑜伽免费会籍及台北、东京来回机票等超过100名的抽奖名额，让小刀一次满足一家人的需求，直呼报名真的值回票价。正忙碌筹备自制电影的阿 Ken 看到久未拍片的小刀面对镜头频频笑场，甚至忘了如何表现帅气，随即导演上身在一旁指导，拍摄现场更是三句不离电影，不时利用台词提醒小刀记得把资金留给他拍片，让小刀哭笑不得，说你什么台词都可以绕到电影上。私底下二人虽然总是互相吐槽求进步，但其实友情坚定如山。对于阿 Ken 燃烧的电影魂，小刀表示这么多年的兄弟情谊，绝对大力支持阿 Ken 圆梦。